学堂。我们现在要坐加勒比海盗船了，小船出发了。妈妈呀，吓死我了。哦，我们现在就去抢 David Jones 的承诺宝藏。哇！天哪！哇！啊，有美人鱼，好美啊！全部都是金银珠宝哎，太酷了！大家好，你敢抢戴维就是的宝藏？哦，你们去告诉这个 Spider， 想要我的宝藏，就得和我决一死战。哦，水飘起来了！啊！大家已经跟我一起进去看过了，你们喜欢这里吗？留言告诉我吧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